朋友们好，我是蝌蚪爸爸。今天我们来做个玩具，飞出个未来。首先找个参考图，开始制作。身体部分比较简单，无非是简单的放样、推拉、缩放。诀窍是将各个模块做成群组，同时模型周边可以画个长方体辅助作图。SketchUp 建模不像 Max 或 Rhino 可以在多个视图间游走调节，这里只有一个视口，点线面的吸附和锁定常常要靠辅助线、辅助面。这里的建模过程用到的命令比较单一，没时间看的话可以直接快进。做嘴巴时需要用到拆分命令，
注意，拆封时的两个模块必须是单一模块，里面不能包含其他群组或组件。这里我们需要把眼罩内的两个眼珠组件炸开，再用眼罩和头部进行拆封。然后用 Thread 6插件集里的联合推拉工具把嘴巴推进去。这里用组件刷插件 Component Definitions 做一个手部组件，画圆，做出手指，用 FFD 插件可以快速调节手指弯曲。拷贝出一个身体组件，用曲面投射命令画出机舱盖。这个圆不太好，删掉它，用 Thread 6插件里的表面工具直接在曲面上画圆。做一个手臂贴图，使用 Thread 6的纹理工具 Through Paint 矫正纹理。机器人做好了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